shall begin. Let's go.
车来一次吧 ，Let's go。哎，大家理解一下，现在有很多问题啊。Yo， 再来一次吧，我从头再来吧 ，Let's go。大家 ready 吗？接下来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嗨啊？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还给我们的 Harry。好的，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个东西出来。可以坐着谈吗？Tell me why I never did it for me. Hey, I was just
刚刚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说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不想去，我就是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你们带给我真的太多开心了，真的太爱你们了。什么？王一博什么？哦，穿衣服，我听错了，我不能。各位朋友，本来是有另外一首歌，但是现在这个舞台太滑了，我可能做不到了，这个真的实在对不起了。我下期一定会给你，好，我今天只能表演一些比较简单的哈。那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首歌。你们可能也知道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吧，好不好？的话我说不出口，没有谁能体会，一个人流泪，故事再也停不了最后，来不及被挽回。 I'll be missing you 在我脑海，都不该躲在眼里 fairy tale， 我见不开的 fairy tale， 到现在我才明白，要再相信Wall of fairy tales of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It's so good when we turn the show. Just to hear the baby, to sell your mom, and the mother said you're going on and on and on. Just so good to the radio. I've been getting into double gold. I ain't really something. She just don't want to love me.现在我才明白。
繁华我说了就够，没有谁能体会一个人流泪。哎哎哎，谢谢。真的太棒了，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只能给我的权利在舞台上给你们，真的，我想把全世界还给你们，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棒了，太感谢你们了啊。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其实挺帅的哈，吹着风这样子啊，他什么头发都乱了，都乱了，哎呀！我觉得你们要快点回家，对吧？快点回家，然后啊，吹吹暖气 ，OK， 保暖，或者是给我再听一首歌，我们。这个，因为我可能嗓子已经有点不行了，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但是我可能也需要一个东西。没有。哇，小提琴都。小提琴没电了，没关系，我们来唱吧，不用小提琴。Let's go， 要一起唱哦，你们很熟悉这首歌，我一直都想跟你们一起唱的。没电了，你如果可以换电池快的话，最棒。Baby I'm falling head over heels.Looking for ways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 I wish I was holding you by my side.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it's finally it's real. Try to hold back, you ought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that's on my mind. Falling too fast, deeply in love.Finding the magic in the colors of you. You're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moment. You're the sunlight keeps my heart going. Whoa, knowing I'm with you, can't keep myself from falling right time.我可能唱不上去，你没有帮我。It's you.My heart going, whoa, knowing
起来做一个好很美的回忆吧，一起唱吧。最棒，是不是？你们真的太棒了！谢谢你们给我那么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会记得这个瞬间啊 ！OK， 你们不要忘记哦。OK， 我觉得。很快就会见了 ，OK， 好不好？好，大家回家一定要小心 ，OK， 保暖 ，OK， 然后回家快点泡个澡，然后喝一杯热茶 ，OK， 然后我妈妈她一直说要喝姜茶，大家多喝一点姜茶好不好 ？OK。特别是像今天要对吧，哎呦你来了，太辛苦了，我觉得我要快点离开他们，是我们把掌声和尖叫再次送给 Harry 好不好，来一定要注意身体哦，赶紧把鼻涕擦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Harry， 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嗨不嗨，谢谢 Harry 哦，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演出，其实你要跟他们拍照，对不对？好，来，来，我们一起跟 Harry 拍个照，来，把手里的荧光棒都举起来，我们现场能给我们所有乐迷朋友们、宝藏青年们一点灯光的话，也可以给他们点灯光啊。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演出还没有结束，因为大波浪他们一直在后台，他们想带给大家很棒的演出，然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待到现在，我们要一起再嗨嗨，谢谢谢谢 Harry。 好了，就像我说的啊，人生都要经历风雨的，今天这个晚上我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